对我们来说，爱晨只是他地上的这个肉体休息了，然后他的真正的爱晨，他的灵魂已经到主耶稣那里去休息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一开始，坦白说，一开始当然是很震惊，很伤心，很难过。我觉得活着的人是比较难过跟辛苦的，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就是尽量给王彤空间。今天整个的现场是用音乐会的方式，因为爱晨他最想要做的就是开一场他的演唱会，而且他很想开在鸟巢，就是大的演唱会。所以今天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包括直播线上，然后所以希望说这个直播线上呢，如果能够达到就是好几万人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彤彤现在的状态？彤彤还可以，我几天去几天就是陪着他，还可以，就是很虚弱，然后瘦了好几公斤，那还是吃不下东西。但是我们一起祷告，他也知道说爱晨现在是在耶稣那里好的不得了，只是他知道说他要承受。他就是一个非常自律，然后带给人家欢乐，然后你只要跟他讲说什么事情，他永远会记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他问你的事情，不管是祷告也好，或者是关心也好，你就会觉得他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一个带着欢乐的天使。对，辛苦，太辛苦。对，所以最后一次跟他联络是什么时候啊？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吧。他那时候他也还很开心，然后就说又怎么样，因为我们见面方式开心，就是会就是有些人巴黎巴黎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你要没事啊，加油，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身体出状况，他就说不会，加油，没事，我帮你祷告一定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就没有想到会这样子，其实我也很错愕。我根本来其实我们前一天还有联络，在他离开的前一天，那其实很意外，那我们就带着一个欢送他的心情，今天来面对这一切。彤彤现在状况还好吗？就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恢复，我想这个是一条漫长的路。